大家好，母亲节就快到了，这里精选了一些价廉物美的礼品供大家参考，包括有食品、首饰、护肤品以及膳食补充剂等。这款烤安格斯牛排套装，这一套包括两个两磅，也就是四磅牛柳里脊肉牛排，配有调味料，已经预先调好了味道。还有两磅烤土豆泥，它是用土豆的薄片配上奶酪，再配以香草和香料调和而成。另外还有两磅奶油菠菜，它是用菠菜、奶油加上三种奶酪，包括有干酪和帕玛森干酪，然后再加上大蒜、盐、胡椒粉、少许的肉豆蔻混合而成。这几种只需放入烤箱，按照它附带的烹饪说明书加热即可。现在这一套省20块，减价后99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款母亲节礼盒套装，这一套包括三个绿色和三个红色的梨子，两个苹果，它们是脆脆的西北苹果和多汁的胡德和俄勒冈梨，另外还有3.5盎司烤的咸味混合坚果，4盎司天鹅绒般的布朗尼糕点，以及4盎司澳洲红甘草糖果，全部用漂亮的礼盒包装，配有装饰袋。现在这一套省10块，减价后39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款母亲节爆米花套装，它包括了4种口味5袋爆米花，有用白色和黑色巧克力条纹做装饰的斑马爆米花，还有焦糖口味的爆米花，以及切达干酪味的爆米花等。不含麸质，非转基因产品，不含反式脂肪，没有高果糖玉米糖浆。现在这一套省5块，减价后24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一款是意大利制造 14KT 黄金新型手链，高抛光度，手链长度有9.5英寸，黄金的重量大约4.05克。这款可在超市现场购买，现在省50块，减价后249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款 14KT 黄金新型吊坠耳环也是意大利制造，高抛光度，耳环的悬挂长度有1英寸，宽度0.5英寸，黄金的重量大约2.9克。这款也可在 Costco 超市现场购买，现在省40块，减价后179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资生堂的这一款抗衰老超浓缩精华，它帮助增强皮肤，恢复紧致度，防止日常伤害，让皮肤看起来更光滑、紧致和滋润。一瓶有1.6盎司，现在清仓特价59.97元。这一款是 14KT 白金大溪地10-11毫米黑珍珠耳环。大溪地黑珍珠主要产自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的大溪地岛。这款耳环珍珠的大小约10-11毫米，它的金属是 14KT 白金，现在省100块，减价后299.99元，优惠到5月27日截止。这款氨基酸配方的膳食补充剂，它在细胞水平上起作用，帮助支持人体产生一种关键的肽，这种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，这种关键肽会支持光滑的皮肤，增加能量，减脂，帮助睡眠以及焕发活力。一盒一共160粒，可服用40天。这款在超市和网上都可购买，现在省30块，减价后63.9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款 14KT 白金钻石耳环和项链套装，项链上钻石的重量有0.4克拉，耳环上钻石的重量有0.6克拉，钻石的总数有33颗，可调节的项链的长度有18英寸。这一套省300块，减价后999.99元，优惠到5月27日截止。资生堂的这一款眼霜，
它可帮助抗衰老，帮助减少黑眼圈，提亮肌肤。一瓶有 0.5 盎司，现在清仓特价32.97元。这款 14KT 白金梨形和圆形钻石吊坠项链，梨形吊坠中心的钻石重量有 0.5 克拉，圆形吊坠中心的钻石重量有 0.15 克拉，钻石总重量有1克拉，钻石总数有30颗，可调节的项链的长度有18英寸，这一款省300块，减价后1699.99元，优惠到5月27日截止。资生堂的美白精华，帮助提亮肤色，缓解皮肤暗沉、肤色不均匀以及黑斑，它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类型。一瓶有 1.6 盎司，现在清仓特价99.97元。这款液体胶原蛋白加上抗氧化剂混合物，蓝莓、石榴和绿茶提取物的抗氧化成分，以及营养成分生物素和二氧化硅，每一份产品含有4000毫克的完整水解胶原蛋白，有助于皮肤的紧致度和强度。一盒有30管，每天一管，不能直接饮用，必须要把它倒入16盎司的水中摇匀后再饮用。现在每盒19.99元。这款胶原蛋白加生物素补充剂含有6克一、二和三型胶原蛋白，另外还含有18种氨基酸，60毫克维生素 C， 可帮助肌肤、头发和指甲。每份有6000毫克胶原生物活性肽，还有3000微克的生物素，帮助对抗胶原蛋白流失。一瓶有390片，现在省4块，减价后14.49元，优惠到5月9日截止。这一款是意大利制造的 14KT 黄金椭圆形耳环，它具有钻石切割工艺和高抛光度，耳环的悬挂长度有 1.31 英寸，宽度有 0.54 英寸，黄金的重量大约 2.57 克，现在省50块，减价后139.99元，优惠到5月27日截止。这款 14KT 白金钻石圈形耳环，钻石总重量5克拉，钻石总数50颗，现在省1000块，减价后3999.99元，优惠到5月27日截止。这里要祝所有的妈妈们节日快乐，身体健康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